即将登场的是小林这一班，洪恰恰饰演班主任，徐孝顺饰演小林之光，阿喜饰演小林之花。本集的爆笑学员是 Julie。校龄这一班上课喽！同学们好，主任好，虽然在下贵为班主任，是对您的驾龄要尊敬三分。是，谢谢胖哥。但是今天你要我们称呼你樊嫂，还是要 Julie？今天就做 Julie 吧，我今天是学生妹，好像哦，是不是？对，完全就是学生妹，是不是？真的。斗胆请教一下，是平常在家里面跟凡哥相处这种专班的机会多吗？白天不太多，哦，晚上就晚上灯光比较暗的时候会。那请教，凡哥演过病患吗？你说我做护士的时候吗？干嘛这样？你有从事过另外其他职业？这是我副业，不是啦。现在好多副业，对不对？晚上可以变好多种。这其实不是什么在亏大嫂，不是这意思，是因为凡哥本人啊，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，平常没事喜欢，奇怪无聊。应该是这样讲，我老公对于写剧本非常的有研究。好，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想歪。是，凡哥因为很，因为他长得太帅，是太漂亮，所以演起短剧来恐怕有点麻烦。因为短剧通常要像这种脸，他才会比较适合短剧的演出。他最想笑的对，那凡哥那种俊俏的脸，他是要靠很多很多的演技，包括吸收国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。凡哥是很认真的艺人。非常的认真。到底您手一直背在后面，那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是啊，因为咱们 Julie 姐不容易啦，出了专辑，你看。请大家多多指教，我的3月31号将出的新专辑《Black Magic》。这 Magic 全国出唱片唯一不修的就是大嫂。脸不用修哦，完全不修，是身材不修，不是因为我老公说修片要钱，我们的也没有在修啊，啊你不用修，真的，你相信我，真的不用修，修没有修，谢谢，请多指教。哇，你看后面，后面这个更漂亮了，哎呦，这根本是朦胧美，哎呦，你有看到一个男人啊，只要娶到这种老婆，我告诉你，他绝对不会外面不会有任何问题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回家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当初应该嫁你就好了。因为我老公没有这样讲。你应该把这一套教我老婆。好，我跟大嫂切磋一下。所以这本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什么样的女生会让男人不会变心、不会花心、不会多心？就是要像Julie真的，男人就像我这种，在家里能够让大家翻，安心。出门可以让大家呢欢心，半夜还带他去数星星，他一直说我是星星来的男人，什么星星？什么星星？他是动物园的星星，动物园那种星星。然后就突然什么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是都敏俊，都敏俊不是台湾的。校龄几口令游戏规则，学员们依序念出几口令内容，舞剧中必须跟随节奏拍子，如有含糊或不清楚带过者，则需接受铁鞭砸头惩罚。好了，几口令开始了。嘿嘿嘿嘿，扁扁人背扁背龙，扁豆地里摘扁豆，摘了扁背龙扁豆，扁摘扁豆边吃豆，好厉害，扁吃扁豆龙。扁的背背背弄，扁豆扁的摘扁豆，摘了扁背龙扁豆，扁摘扁豆边吃豆，扁扁豆扁龙扁豆扁扁豆。差一点点。你输了，差一分分。最后那一句没有过。如果你是有良心的人，麻烦走去有良心人的位置。
我吧。所以，来位。嘿，嘿，扁扁人背背背龙，扁豆豆里摘扁豆，摘了扁背龙扁豆，扁摘扁豆边吃豆，扁吃扁豆龙，扁豆都没留。扁背龙，扁豆里摘扁豆，摘了扁背扁豆豆，还没完，没关系啦，继续。那个欧弟，哎是欧弟，总是要有人牺牲嘛。欧弟啦，配一下。啊，对不起，丽姐。丽姐给你镜头。对对。你就站在那边不要出来，这边有错那边就下来，好吧？那你要牺牲一点哈，要红嘛，来大嫂，加油，加油，请再一次，嘿，嘿，扁扁人背扁背龙，扁豆里摘扁豆，摘了。这个人因为很可怜，被砸那么多次，是如果错了就麻烦你亲自上去。你去上，没有问题。我帮你们好听一点。扁扁人背扁背龙，扁豆地里边扁豆，摘了扁背豆扁豆，扁扁豆边吃豆扁豆，扁豆没有。正音大考验游戏规则，由主任出题，讲出一个注音，学员们一字排开，依据造句，不限国语、台语、日语、英语，回答不出的学员立即接受处罚。我们来看第一个字是什么哈？哥哥哥，咦，贝贝没有贝。哎，哥是什么哥啊？哥包的哥啊？哎，哥是什么哥啊？节目里出新歌的歌。Julie 出新歌的歌 ，Julie 就是他。干嘛生气呀？打一下歌嘛，干嘛这样？但是符合打歌原则，这招叫卑鄙。没有的。歌是什么歌？割双眼皮的歌啊。歌是什么歌？割他死死的歌啊。歌是什么歌？歌王的歌啊。歌是什么歌？开歌哎哥，对啦，开歌是什么歌？丹丹爱哥来啊，哥哦，啊，丹丹爱哥来哦，哥来哦，是不是？好像有酒店上班过。哎，没什么哎。哎，哥是什么歌？歌盲肠的歌。歌是什么歌？歌仔戏的歌。歌是什么歌？歌来看的歌。歌是什么歌？琵琶歌的歌啊。歌是什么歌？鸡皮疙瘩歌啊！对呀，哦，一背没有背，背哦是什么哦啊？哦妈妈的哦，对呀，哦是什么哦啊？我爸的哦啊，哦是什么哦啊？我鼻腔的哦啊，哦是什么哦啊？哦 my love 的哦啊，哦是什么哦啊？哦嗨哟的哦，哎，哦是什么哦？哦滴的哦，哎，哦是什么哦？哦嘎小的哦，哎，哦是什么哦？哦爸爸的哦啊，哦是什么哦？哦一系的哦，哦是什么哦 ？Oh my god 的哦啊，哦是什么哦？哦天气的哦，哎，哦是什么哦？哦阿弥陀的哦，哎，哦是什么哦？讲过了，跟你说，真的很可怕，常常会这样，是不是？是，各位，是，这是残酷的事实。再丢卡，再丢卡，小家吗？哎，对对。好痛啊！停下，停下。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？哎，好痛！你看我头发都乱了，很痛啊，好过分啊，太过分。什么意思？大嫂，大嫂，凡哥交代说要闪。因为他有吃过凡哥的奶水，所以快啊！还等谁啊？不会痛啦，还好。
好重哦！大嫂代父出征，又唱又跳，累垮顺哥。所以你今天要唱凡哥的歌。Okay, 对，那所以我今天就带了两个舞曲。你们觉得很有趣，我们觉得快要去了，除了杨婆婆，欢迎波兰。